来陪我，我有事想跟你说。好，你说。贝贝，我好像爱上阿飘了。啊！丢脸吧！你为什么要告诉我？我都快要飞过去了。这两天我一直心神不宁，又不能专心写辩论稿，再这样下去，辩论比赛我就输定了。可是更改事情的重责大任又在我身上。你先别急，通常一年你一起工作久了，有时候因为压力大就会产生恋爱假想症，你假想对方主动出击，症状就会消失。你是说我应该亲他？